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电视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早上已经8点多了，我们两个呢刚起床。哇，看这两天天气一直不停的下雨，雾也很多，看只能看得到100米左右。哎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喂猪了，喂猪完还在去上面那个死人的那个地方。那个死的那个人呢？我一个堂舅舅嘛，那个堂哥说今天必须要去，不去不行。他现在已经在上面等我了。我们彝族的习俗呢，死人了放在家里面3天，3天以后还要放在火里面烧掉的。那个死的那个人昨天才死，今天才第二天，明天就火烧掉了。我呢，现在开始喂猪了，天气好冷呀，真的。猪饭呢已经做好了，可以拿去喂猪了。哎，啥都看不到，费天气。现在猪饭已经做完了，塔哥已经在上面等我了，我呢开始出发了。哇，看这里的路，雾这么多。现在马上就到了，好冷呀！哇，今天比昨天冷呀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开始去了。开摩托车更冷。雾太多了，人还是挺多的。现在又开始吃饭了，吃饭之后啊，还是昨天一样饭呢。好，咱们等一下去。谁认真啊？啊！说白了，你喝，有人喜欢俺干，一年我娘家了，我娘家，你我娘家啊，不婆不是不婆，你母亲的指示啊，你一个你我娘家，起码就缺这么的提手下，啊，你不是你指示，小心一点，你我娘家，俺不是你提手下，你俩连不喊名，这个没缺，妈还死了，气死他了。啊！以前我什么时光，什么看都没人了嘛。我一问了，有的是什么看都没人了。大哥，这中国破裂了，也就是那里你们，这就是那你们什么，也就是你们什么的。那啥，我一猜一猜，那不是你叫我爸一样。可把钱不晓得什么，我们跟着可不行，可不行行。我，俺这这边个。那这边可想了什么？那说说不能，有没说的是不能吧？那那个什么，那可怜，那啥什么，我学习去了。知道吗？啊！俺们可以，俺看看，俺看嘛。他跟我们呢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对，现在已经吃完饭了。哇，这路看，下雨天，这都是牛吧？太滑了，真的。呀！我的摩托车呢，放在那个地方的。哎，他哥的脚都是牛疤，我的看，太滑了。看，路太滑了，一般人都穿雨鞋。看，我的摩托车呢，放在这里的。我呢，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看，雾也没那么多了。现在，我呢，现在把家里收拾一下，打扫一下。家里这两天有点乱了，看。
我是去耍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撒的应该差不多了，看。可以了，家里扫的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呢现在开始做饭了。家里也没有啥菜了，我呢现在去上面商店里面拿一包鸡屁股过来吃。现在下午已经4点多了，可以做饭了，现在开始出发。看今天的天气，我刚到这里的时候，那边有一个人在那里叫买菜的人，我现在去那里看一下，有菜的话不买鸡屁股了，那在那里买点菜回来吃吧。买菜的人好像在那个地方，现在站在这里听得到，去那里看一下吧。看，原来在这里呀，现在去那里看一下啊，有什么菜。买牛肉干，买豆芽，买豆腐，买豆腐干，买奶酪，买海椒，买小米辣，买生姜，买火锅，买火锅底料，买葡萄。看，两三个人在这里买菜。买包包菜，买西红柿，买空心菜，买金针菇，买海鲜菇，买鸡蛋菇，买牛肉干，买豆芽，买豆。买西瓜，买香蕉，买菜都有，买豆腐，买白菜，买包包菜，买西红柿，买空心菜，买金针菇，买海鲜菇，买鸡蛋菇。我呢，现在已经到家了，看我买了一些火锅，还有两个西瓜。我爸爸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吃这种西瓜了，花了40多块钱。我呢现在开始准备做饭了，哎，准备开始做饭了。看饭呢，刚刚早上做的，现在都还没吃完，吃这些就可以了，应该可以放火锅了。看，可以了，爸爸，我们两个应该只能吃得了这一点，这一点呢，明天来煮着吃。哎呀，看，爸爸开始吃西瓜了。哇，爸爸真的很喜欢吃西瓜，一天应该能吃得了两三个。可以了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，这样煮5-6分就可以吃了应该。哎呀，现在都还没喂猪，吃完饭再喂猪吧。哇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看可以吃饭了。哇，好香啊。哇，看爸爸我俩呢现在开始吃饭了。哇，今天吃火锅，很久没有吃火锅了。爸爸我们两个呢现在开始吃饭了，我们的视频呢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